多在台湾的朋友呢都很想念自己的家乡，有机会一定要回来自己的家看一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萧敬腾。我最想看的冬奥项目是短道速滑。作为中国观众，我想说加油，交给我们吧。中国观众会为全世界各国参赛运动员加油。觉得呢，就是每一次能够站上春晚的舞台，然后陪着大家过年，在这边给大家拜年，给大家祝福，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幸福很骄傲的事情。我觉得只要有这个机会，就要非常的非常的感恩，非常的珍惜。因为有很多在台湾的朋友呢都很想念自己的家乡，对，所以如果听到这个歌呢，有机会一定要回来自己的家看一看。大家好，就大家新年快乐，平安快乐，新年大发财，大好。